我是丰田，我好疯癫，丰田好疯癫，又来了，丰田好疯癫。上一个丰田好疯癫是我跟林敏正约会嘛，那时候我有跟他交换 LINE， 后来没有联络，不好意思，我主动传讯息给他，然后他也没有给我。然后今天这次于白又帮我安排了约会对象，听说是女神级的，可爱的，而且是两个女生，非常期待。看丰田这么开心，就知道今天的丰田好丰田又有正妹光临了。满心期待女神降临的丰田，不知道又准备哪几招要来撩妹了呢？丰田要变身丰田哥哥，带着小朋友界的女神左左右右，究竟丰田哥哥遇上超萌的双胞胎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好，我们要等一下要玩保龄球，那你们有玩过吗？好，家里是玩具的。小时候，是玩具的，乱丢，都不会玩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要玩五局。好，然后我是大人。所以我会让你们，一个是背后丢球，就不看那边，就背后丢球；还有一个是先转圈圈，然后闭着眼睛丢。丰田跟左左右右决定要来 PK 保龄球，百分百特别为了左左右右准备迷你球道。怎么看怎么都会赢的丰田，还真的是够贴心，自备两招要让步给左左右右。两姐妹能顺利赢得比赛吗？保龄球的左左右右前两球都以洗钩收场，而丰田在旁不断加油鼓励，终于顺利击倒球瓶。好，很好。几个呢？五个。厉害，五个，加油。好。三个。左左右右五局打出了14分的成绩，而决定让步给左左右右的丰田，究竟分数会是几分呢？好，换我了。啊！你要转，我要闭着眼睛转圈。转几次？转圈圈。五圈，好。左边，还左，右边，丢，哦，
可见转圈这招对丰田一点用都没有，这样也能顺利击倒六个。这时左左右右也聪明的不断增加难度，要考验丰田。闭着眼睛转一圈，好，不要再背面点哦。越来越难了哈，好的。提出严重抗议的丰田，剩下最后一球的机会，得好好把握一下喽。可以掉吗？我现在太 over 了，你转太慢了。所以我总共六分，对，你们是14分。没想到左左右右可是有备而来，要丰田接受惩罚。这时候两姐妹竟然拿出了派发气球。你们怎么知道我怕气球的？因为他有手机。啊，真的吗？你有好多。困难哦。你有很多气球哎，天哪。对，你先踩破了四个、三个。好。拆完5局的保龄球，就让丰田精疲力尽。之后还加码陪左左右右射飞镖。不过看到姐妹俩玩得这么开心，应该是再累也值得吧？不知道左左右右对丰田今天的表现会打几分呢？一颗。超过18岁的时候跟我结婚，不行。哎呦，没想到丰田也被可爱的左左右右给迷倒了，竟然还喊着说要结婚。今天的一日保姆哦，不是一日约会啦，就到此结束喽。丰田好丰田，下次见。丰田好丰田，耶！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。